来看一组工商新闻。吸电子烟所引起的突发性严重肺部疾病，在美国已经影响数千人，并成为公共健康危机。几乎所有患者都已住院，所接受的治疗包括医学人工昏迷、呼吸机及高级救命术介入治疗。到目前为止，吸电子烟的肺部疾病在50州中已提报2291例，其中包括加州的100多例。全美已确认吸电子烟死亡的有48例，包括在加州有4例。1/3的患者需要用呼吸机来维持生命，1/3的患者年龄在18至34岁之间，大多数是男性。受到影响的人所提报的症状包括咳嗽、呼吸急促或胸痛、恶心、呕吐、腹痛或腹泻、疲劳、发烧等。如果你有吸电子烟并出现任何上述症状，请立即去看医生。而有关特定于加州的吸电子烟疾病爆发信息的每周最新报告，请浏览加州公共健康部门网站，并下载吸电子烟相关性肺损伤的每周更新英文报告。需要帮助戒烟，请致电 ASQ 华语戒烟专线1-800-838-8917，或上网至 www.askchinese.org。